我来看看。这边就是狗啃的三层。哦，所以应该是要剃刀才会可以很干净，就变成然后就这边完全没有了，这边有。算吧，那看来你现在该买剃刀了，看来你来不及了，对，你错过一生一次的机会。不会啊，那主要是前面上面这边吧，这边都是头发呢。你再一直剪那边，根本没有差啊。你要我分发线，然后从那边开始。你就随便乱剪，你就把它变到没有头发就可以了。我觉得你用错工具。像 Daddy 那种刮胡刀后面是可以用的吗？还是会怎么样？知道，那你还不拿来玩玩？我不知道在哪里。那你就拿 Daddy 现在的。这应该蛮明显的。我还是觉得很正常。原来我儿子没头发是长这样。你说还是很正常。你还是有头发，帅多了。啊，所以他们要没头发还帅的，有头发就更帅，是不是？这已经差不多3分了呢。怎么可能呐、啊？你这样我是剪说就上三面这里，分，3分是3公分吗？是0.3公分。哦，差很多。你这样就三分，那他们都不用赚钱啦、啊。那我就看不出来有怎么样啊？你怎么看起来还是有头发？是要看到头皮那种才会看起来没有头发，不然你永远都会看起来像有头发。明白。那你技术太烂了，那你就要拿弟弟的那个。我还在玩吗？你干嘛哦，你还在玩呢，所以你还在玩。呢？看来你玩得很爽。就明明很明显的这可能荧幕太小吧。啊。哦，明明很明显啊！我拍给你看啊，明明很明显啊，啊。很明显是不是？